问题都可以问他。还有康熙的庙，你要做什么？啊，都配合你。啊，可以可以，我们要讲一声啊，哈，不要客气。这是翻新过的，这个是翻新的啊，啊，这个是古稀的保存期的，些啊。要不要进去参观？第三间的天后宫，不需要，不需要哈。文的坐下，武的骑马，文武官员自己下马，所以这个是新的下马碑。乾隆皇帝盖的庙，第三间的官庙。大哥你好。哎，我三九九。三九九。这个是新的，好，这个通通是新的，后面那个是旧的，前面那个是旧的，它是保留一些，对，新旧拆开。看看它就是用这种回收的，我会。这是另外一个庙。对，鹿港庙沟，关圣帝君，南靖宫，伏魔大帝。从泉州过来的关圣帝君，武神，啊，中间的门有拜没拜，什么最好？心最好。可是中间的路是不能走的路。哦，中间不能走啊？为什么能走嘞？我们不会，不会啊。嗯，不要走，不要走哈。中间的路是神明在走的路，啊，所以心是最好的东西。所以我们走旁边龙镜，是你们的福，福出，帮你们哈消灾。四福消灾哦，记得对了哈。所以中间你们他不是不，你怎么要爬山？你这样哈，刚才那些庙全部开着了。对，他是哈生意兴隆，可是他不能不住。可是中间的路是不要走。好，来水深路线，你们到港口码头有没有看到那个黑黑的那个？对，黑黑的啊，黑黑的有没有看到？啊，有哈。这个是以前码头。
以前是港口码头，人家三轮车、四轮车，说是这个是在绑毛的，错误，绑那个毛啊，骗你们的，港口有这么狭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答对了。他说这是以前港口码头，这个在绑毛的，乱讲话。港口在那边，所以他们乱，不是陆港人会导览解说，不是这样，就是哈、有读历史才知道那个是港口。他们不知道这是港口啊，这个是港口那里这么小啊，也根本不会那么小啊。工会堂，啊，以前是下交厦门公司的哈，啊，工会堂。这个是旧以前。对，你看，红砖块，它是最高级，还有黑瓦片，红砖啊，它是最高级。黑瓦片啊，对。有红瓦、黑瓦啊，有没有？对。这个应该是黑瓦，黑瓦啊，对啊，应该是修过了。这个是有整修，像这个就没有整修。这个门没整修，外面的。对。门前的。就是有新有旧，他们整修过。对对。就那面人哦 ，OK， 尽量的回貌，恢复以前的样貌，而且自己画，画的算快哈，画的漂亮哈。康熙就有四百多年了。半的楼层，半楼怎么样？它这个是旧楼，它是二楼，这个状况它是用新的，它是一半。对呀、啊，它是旧的，八卦正财地劫挡煞，八卦啊，半边形，一半在外面，一半在里面，敦亲睦邻的格局宜居，用的是半边形，要不要上供？一半他自己喝啊。做好事积功德啊！哦，有这种事啊？对呀、啊，啊，像奉茶，你们有个奉茶啊啊，做好事啊，奉茶喝酒喝茶，OK， 啊一半他自己喝啊，啊一半给隔壁邻居用的水啊，啊半边井，哦半边井，啊有还有介绍，对，啊对呀、啊，啊所以小朋友户外教学考试大会都来这里，嗯，好、啊，三槐锦绣是他的门面，你哪里的人？我。新加坡，新加坡哈，大陆那边啊，像福建那边，三槐是它的门面，三槐就是姓王，三轮车、四轮车导览员，说三再加一撇，给你猜个字，三加一撇，
哎，对，你会说他是姓王。嗯。错误，三槐是他的门面，以后的子孙就是三槐。三槐就是以后的子孙就是王，不是三再加一撇就是王，就是这样。将啊。还有王，再加一撇，再加一撇，那个不是一个竖吗？加一撇，加就是一个竖吧，加一撇，所以呢，我的祖宗，不是三再加一撇什么三槐加一撇。你说一个小时的吗？这个已经是以前没有的了，是吧？这个是新的了，这是新的，这是旧的。你看，这个就是旧的。旧的，就是因为真的旧哦，就是啊，是古迹啊，啊，是啥？我先回家再去啊。鹿港意思是。照片了、啊、哈，好，留念一下，好，来下来，我帮你们照。